你心里总是装着一个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的人，但是我希望你能早点忘记彼岸日记，忘记男生。 这个穿婚纱的女孩子，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，找不到爱，找不到家，找不到情人。这个林和平到底有什么法力，这么吸引我？ 只是我的一个客户。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他长得像谁。我们在说乔曼的事情。就是因为一个乔曼，我们都已经快变成仇人了，你知道吗？ 我记得跟你说过很多次，乔曼是我的女人，离乔曼远一点。我是真的很爱林和平，我想跟他在一起一辈子。